答应你，这辈子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怕你在屋子里面待着无聊，带你出来透个风。不需要。杭景，能安静的在这儿陪我一会儿吗？小时候，我娘常带我来这儿，她喜欢抱着我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我很好奇，我就问他为什么要看着天上的星星啊？他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后来我娘走了，一位德国牧师在探望我爹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因为人们都在寻求一份永恒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娘在我心中就是那一份永恒，她就像这星星守护着我，永远给我安全和幸福感。可是永恒难得，杭景，我想跟你道歉。我承认，当我看见你义无反顾地拦在我的面前去保护他的时候，我愤怒，我嫉妒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你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在你面前变得像个意乱情迷的傻子一样。三哥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，是我太有恃无恐了。我没有想到，即使你再怎么坚强，也还是有脆弱的一面。三哥，我答应你，这辈子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你不想让我去做的事情，我就不去做。谢谢你。